对啊，你现在是要扛家计，对不对？你有家庭了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对啦，是没错。有家庭的人对钱的一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那个钱都代表是责任。可是对微微这样子的女生来讲说，这每一个玩偶都是照见她孤独的窗口。有压力耶，有压力的。照见五蕴皆空。